高雄的芳隆果菜市场后壁车路，常常去予人乱倒垃圾，真侪停车格内面的垃圾是堆规堆。环保局是连续三工派人取缔，各发25件。清洁队员嘛表示，伫遮逐工摒垃圾差不多拢已经摒五档去啊，拢是果菜市场工作人员甲附近的民众乱扔的。骑奥多拜的人要乌白担垃圾，当场予环保局人员抓到。那老人这次他打了，不是故意的了，我没有他丢啊。唔呐，伊半暝嘛有人专工驶车来遮担一包垃圾，甚至出动货车来偷倒。这几天环保局在芳隆市场后面的道路落叶取缔，因为这的停车格常常有垃圾堆到一堆一堆，那垃圾场有时垃圾等在两台车的中央，每天来摒扫的清洁人员真生气。每一天会改善的，每天都是这样，因为我们清这阵清了嘛，等到12点多之后都有人开始在等了。太油啊，跟水果这些东西是怎么走在外面，你不是在你市场在管理的吗？你要给他们场外交易的时候，你来影响到阮做工课啊！啊，阮一天的迄个五档车，十天就卡卡甜甜甜啊！芳隆市场表示，市场内底有提供垃圾处理厂，逐天清运，因有咧管理。不过，垃圾乌白蛋的情形愈来愈严重，环保局连续三天取缔，各发25件。易派员不定期现场取缔，经现场取缔违法，多为芳隆市场工作者及附近一般住户。一张单会当罚1200到6000，恐惊罚了过几天，就阁有人来谈。清洁人员建议爱罚较重才有效。记者陈阿云、赖维泽高雄报道。